我戴着耳机都听到他说嫁给我，然后我就嫁给我这件事，这谢谢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。达人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ulie 吴卓元 ，Hello。今天的服装是我的造型师自己剪的，然后剪到一个全破了。跟着海边啊，然后又有很好的景，又有海的海浪的声音，又有大家微微的飘着雨跟风，我们就是一个户外 music festival 的感觉出来。你看手上的这些东东，腿上还有 bling bling 的东东，我们都设计好了。对，其实一开始蛮紧张，但是后来我想说，今天的观众的反应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 chill， 然后非常非常的 welcoming， 就是很热情，然后我想说不要紧张，根本就不用紧张了，因为我唱什么大家感觉都很可以接受，所以我整个就豁出去，然后买绑在那里摇滚版，还在那里，你知道唱摇滚那个律动跟我平常的律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还要特别去练一下 you know。 然后新歌的时候当然也是这一次带了两首新歌，一首是已经上架了 Paris， 然后另一首是还没上架的，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就是今天是当一个小小的 teaser。 对，我戴着耳机都听到他说嫁给我，然后我说 who said that， 谁？他真的很真诚。其实我听到了什么很多嫁给我，然后什么我爱你，然后还有谁的生日也来了，我还说了个 happy birthday to someone。 对，大家今天真的很热情了。嫁给我这件事，这谢谢。Thank you. Yes. 新的专辑呢，有一个很意想不到的嘉宾，然后呢，很多歌都是我自己写的，所以这是我第四张专辑。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更私人、私底下的故事的我。对，有很多很多 personal stories， 我很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对，为你我受冷风吹。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我的 key 起太低了，所以刚刚就是现场的人可能都没有听到我刚唱了什么东西。但希望你戴着耳机可以听到。